珊珊，我是 Lumi Lifestyle 的老师。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几个关于初级普拉提电商的工作。如果你是刚接触普拉提或者是初学者，这个影片就适合你。好的，话不多说，首先我们先来到上式站姿，脚可以宽同宽，手放在身体旁边两侧，脚跟脚趾往下踩，膝盖和脚趾是朝向前方，手指是往下延伸的感觉，然后用臀部的力把坐骨微微的往上提，这时候你就开始发觉你已经启动臀部的力了，沉肩沉肋，然后想象锁骨是向旁边两侧打开，脊柱是往天花板去延伸，然后保持这个力。来，我们来到肋间呼吸法，手放在我们的肋骨旁边两侧，想象这个肋骨是一扇门，鼻吸嘴呼。当你吸气的时候，把肋骨打开，把门打开；吐气的时候，门关，腹部往内收。下个吸气的时候，腹部还是没有松开的。用鼻子吸气，把门打开；吐气，门关。很好，来，我们再一起来做个8次。来，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很好，继续。也是吸气的时候，想象你的脊柱是往上天花板去延伸的感觉。吐气，很好，再来，我们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还有记得每次也要想象你的肩膀一直是往下延伸的感觉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的，如果你们是第一次做肋间呼吸的，可能你现在会觉得头晕，没关系，你们可以慢慢的增加次数，然后开始你们可以先做5次，然后慢慢再增加10次。下个吐气的时候，我们用腹肌的力带动，把双手抬起，吸气下，吐气，用腹肌的力带动，把双手抬起，向旁边两侧打开，吸气下，吐气，吸气下 ，and 吐气，吸气下 ，and 吐气。吸气，还原。
转，记得是都是在用腹肌的力带动。一次做十组，还有五次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and in。把大家包的放下来松开。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每个星期我都会分享几个关于初级普拉提垫上的动作，如果大家喜欢的，你们可以在上面啊 swipe new lifestyle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大家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学习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